我们就也正式宣布哈，大概从7月27号起至8月9号，那全国调降为2级警戒。从双北5月15号进入3级警戒到现在，大家苦苦等了2个月，警戒延长了3次，终于等到阿中部长亲口讲出这句话了。因为随着 COVID-19 本土疫情趋缓，连续10天以上确诊数都在2位数，不明感染源个案也控制在10例以下，让指挥中心决定从7月27号开始正式调降到2级警戒。不过，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警戒降级后有哪些松绑的措施呢？虽然降到2级警戒，但不代表可以松懈。民众外出除了饮食，口罩全程还是要戴好戴满，当然基本的10连制保持社交距离也是继续维持。不过集会活动的人数上限从室内5人、室外10人放宽到室内50人、室外100人。跟民众生活最相关的餐饮部分，在有隔板梅花座的防疫措施下，开放超商跟卖场可内用。至于台铁跟高铁，虽然公共空间依旧不能饮食，但开放民众可以在专门的用餐区吃东西，座位要间隔坐。而现在正值暑假期间，不少人待在家都快发霉了，想出门放松旅游的朋友们，国旅团人数也有放宽哦。那旅行业者以前是9人以下的旅行，现在是50人以下。但不是说全部50人都挤在一起，但根据他车子的大小等等的安排，还是要维持戴口罩，那维持社交的距离在才可以。有用到麦克风的时候，那每一次都要清消，但是不是用来唱歌的，而是用导览等等来使用。出团如果县市餐厅还是不开，那旅行社选择发餐盒方式，游览车也没花座，可以在车上吃饭吗？这每次你们都会提出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，在大型的旅行车上面，如果真的需要饮食的话，那大概就是一个隔一个嘛，分2班吃饭，大概就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了。不过既然出去玩，夏天当然是要玩水啦。虽然游泳池目前依旧不开放，但喜欢热血刺激水上运动的朋友们，恭喜以下这几项活动可以先去冲一波喽。像水域的活动，只要不会群聚、不会肢体频繁接触的，是会开放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有开放潜水，潜水，因为真正的潜水它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水费啦，全身也都包紧紧的，所以冲浪、滑水、水上摩托车，这原则上它只要不要大家聚在一起，冲浪大概不会聚在一起了，不过上岸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口罩戴好。另外，大家翘网很久的海边沙滩也开放啦，不过记得一样要全程戴上口罩。如果不想玩水呢，想到山上呼吸新鲜空气的朋友，恭喜露营区跟户外游戏据点也可以去喽。国家风景区的部分，封闭型景点也放宽容流量承载人数到50%。不过国家公园的商务及生态保护区暂时关闭。交通部分，台铁对号列车高铁座位数将以70%为上限，但台铁有放宽自强号对号列车，可用电子票证及定期票搭乘，高铁则维持全车对号做服务。驾训班员们一车才1对1教学，也放宽可以1对2教学，并开放饮食。想办婚礼的新人们，你们可以开始筹备啦。要是办在室内的话，包含新人最多只能有50人，室外婚礼可以有100人，也可以举办婚宴用餐，但想要跟大家一桌一桌的敬酒可不行哦。那我们建议那统一就在座位上或者在台上统一的来敬酒。至于公祭的部分，参加人数也是一样，室内50人、室外100人。虽然这次连普渡也开放了，不过为了避免群聚，有些宗教活动还是得忍一下，维持不开放。绕境进香游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们还是不开放。那在中原普渡的之后，后面的这个福宴、平安宴的这个形式呢，我们也不开放。必须要演出的这个人员的部分，要有3到7日内的快筛的证明等等。也禁止这个饮食。憋很久没动动筋骨的朋友们，也可以找球友出门运动啦。但切记到室内或室外的运动场馆，不管你是打篮球、打羽球，做什么运动都要把口罩戴好戴满才行。篮球场会开放，但是要10连制，那也要戴口罩。羽球、网球这种人跟人不会接触的，
当然我们就开放，但是也要戴口罩。以前是说可以打单打，现在都双打也没问题。想去给人家按摩好好桑一下的老骨头们是可以，不过要去这种美容美体业，除了去之前记得要先预约，像脸部美容跟脸部按摩这种要拿下口罩碰到脸的服务还是不行做。禁止在密闭空间里面来执行这个业务了哈，那定期清消，好，那每一个哈等有一个时间的等待区隔，还要把它消毒好。爱好看表演的民众，虽然没有离偶像近一点的摇滚区可坐，但有表演可看就要脱下了。啊，会有人会脱口罩来表演的，那就至少要跟观众席哈至少要离3公尺以上。但座位要坚果座或梅花座。至于在家顾小孩顾到崩溃的爸妈们，到了下周二，你们就不用再跟孩子大眼瞪小眼啦，因为幼儿园、托婴中心、还有课照中心、补习班、安亲班这些托儿场所，只要符合以下这些条件，就可恢复正常。幼儿园跟托婴中心非固定座位，好，那这些哈有疫苗施打到80%以上，那其余没有施打或没有达到14天的，那可能就要一个做一个周期性的快筛。除此之外要注意，为了小朋友的安全，家长们是不能进入幼儿园的。不过图书馆跟 K 书中心这两个跟书有关的地方，图书馆虽然会有人流管制，不过还是有开放入馆，但 K 书中心呢就得再还款。最后也提醒一下，有些行业跟场所还是没有解禁，包括 KTV、 游泳池八大行业，还有跟酒沾上边的地方一样不能营业。而且呢，就算降到了2级，口罩还是得乖乖戴上，别听到降级就整个还都忘了，又让 COVID-19 病毒有机可乘。好，我们是降了级，但整体的管制我们是缓步，也不排除任何时候来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警戒的情况。